以前在外面拍戏，难免就工作人员素质不是每一个都那么好，有一些就是比较那种粗线条的。哦，我们在那种三楼高的地方啊的阳台，要拍一个戏的镜头，那可能道具啊就没有把花盆拿好，就花盆就掉下去。哎呦，那个花盆也不大，就6寸的，6寸很小，可是重力加速度打到人还是会 OK。当然。所以好死不死打到人，打到人家那个当地那个宫庙的一个主人。哇，那当然什么人不好打，还打到公庙的主位。对啊，那就是兄弟，那没什么好讲的。那当然先下去先赔不是，看看有没有怎么样。哦，结果没什么伤，哦切，那就想说那怎么办？那一定要花点钱表示一下嘛。也就包个12000的红包给对方。好，心里想说应该没事了。回去收工以后呢，一个星期，公司的门呢就被一群黑衣人进来就先踹进来。蔡进来就第一个先指明说要找我，我一看就知道妈死定了，又死定了，我就说怎么了吗？我们那个主委哦，现在弄成这个样子哈，好像不是那么简单的 OK， 就讲了一些我们听不懂的名词，然后我说你就是要钱嘛，你还能怎么样，对不对？我说那没关系，那我们愿意赔啦，哦，不好意思是我们的错嘛，那是想要知道多少钱，一开口就先拿50。我说谁么金手臂还是什么？怎么可能拿50万？怎么可能？对不对？这玩笑开大了。黄平洋啊，金币人，一开口就50万。当然，我这个事情我也不是笨蛋。第一个，这不是我干的，是道具做的。那当然了，我是一个这个剧组的头，头要对我的头还要扛着责任。可是我上面有制作人嘛？那好死不死，我制作人是女的。那一天制作人不在，我就赶快打个电话给制作人，告诉制作人这个事。你就听到制作人说啊什么什么啊什么在哪里什么，对，我再赶快打就没接了。我现在想，那现在就是要难看了，那我也就装不知道。好了，这一耗到5点了，公司有会计啊，行政人员要下班了，那些兄弟不给他们出门，就直接讲一句话，今天事情没解决，这个门谁都不能出去。可是那个会计要回家接小孩啊，那小孩还是接不行。为什么不报警？我们都被坐在那边控制住，谁敢报警？也没想到有拨电话的动作，也没有想到要报警。然后我那时候想想，我有就有恻隐之心。有啊，他刚才要是打给制作人了，为什么不能报警？没打给制作人很正常，他听到我是在要沟通拿钱。对，可是你现在打给警察，阿 Sir 就被打一顿的啦，直接先被处理的嘛。我就跟那个大哥讲，我说这样子好不好？我们是真的没有那么多钱，而且我们老板也不在，联络不上，我只有10万。没有。后来他说10万不行，要15。好价，还价可以杀价，50杀到15划算呢。赶快我就去提我的钱，那还凑一下我的制作费。先给他，然后去解决这个事情。啊，他有开发票给你吗？没有，他没有。不好意思，他不是公司。还有睡袋还睡外？你去跟他睡了，这通通都没有了，反正就走了，走了。这个事情我是不是明天要跟制作人讲？当然，对不对？制作人你总要扛嘛。我跟制作人说，你说我被制作人白说了一句什么话？那个小赵，你怎么那么笨啊？这个是摆明来拿钱，他身上又没有伤，而且都一个礼拜早就好了，他就是不甘愿，认为你那天给12000不够，所以这次开口要50。这种事情我来做，10万就搞定。哇，那我是白痴吗？那你刚才打电话给他，我给他们15，你说10万，所以制作人他愿意赔这个钱，没错，但是他不愿意给15万，他就给我10万块，意思说我还要自己再多贴那5万啊。这个都要自己扛，制作人不扛，就赔大了，没办法。对对，不过你这样子处理还是息事宁人啦。只能这样，因为没有，是因为那个会计要送小孩，因为你还有员工会计那些的安全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才会这样子做嘛。对啊，算圆融了啊。可是以你的那个人脉，你为什么不打个电话来叫你的兄弟朋友来？不行，我告诉你，你会损失更多。不会啊，因为。我都开心怕打听啊嘛，来来斗鱼来，他们标准对话就是你另外一帮人来，那你请得斗鱼，对啊，你请得斗鱼，你请讲啊，我讲请讲，你请讲啊，然后就为这个讲30分钟。我啦，你是哪？你是来回两句话，你去找另外一个维护社会的另外一种力
力量，对不对？哈，好，阿姨出来跟你讲。后来妈呀，那然后悄悄咱班呐哈，你以为你只要付十万，没有没有啊，你找我出来敲也要付，你要付我十万啊，或者十五万啊之类的，对不对？所以你他们让他加起来，你要多少钱？30哎，对，给更多啊。对，所以有时候是拿捏的问题啦，不是，而且你要说你平常你有在经营这种维护社会的另外一种力量，地下秩序，对不对？地下秩序，来我们看一下哪些事情比较哦。前存半天，发生哪种事比较偶？听听 KOL 怎么说。这题答案一定是 B。我之前不小心 A 到别人的车，结果对方竟然给我是大开口，要个20万。哼，我很想回家说，怎么样，包给你。是 B 出意外赔大钱，因为谁也不愿意出意外啊。何况哪天如果我开车出去，然后不小心撞到什么劳斯莱斯或是玛莎拉蒂，那我不就很晴天霹雳吗？本来就已经是小子女，赚的已经够少，还要存钱，完全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，难上加难的事。所以你们说，出意外赔大钱是不是一件非常非常呕的事？根据调查，多数 KOL 投给了 B， 出意外赔大钱，得票比例65%。你觉得正常吗？好，所以呢，大部分是觉得出意外赔大钱这种事比较呕了哈。选 A 的不正常，请喷。有一天穷到走投无路的时候，你会 A？回家啃老，寄生爸妈。B， 找有钱人骗婚。A 还是 B， 请选择。我自从那个离婚之后，我就是回我的娘家，然后就在我家就是吃我爸的，吃我妈的，所以我的那个伙食费就是0元啊。对，所以我觉得我现在目前就是这个状态。啊，爸妈会不会偶尔也念几句这样？为什么说家是最后的避风港？就是你回家了，你爸妈应该通常80%的爸妈就是会双手欢迎你回来，但他们就有一直鼓励我啦，所以我才。自己就是花了一点钱，然后买了房子，然后他们就一直鼓励我，还是要搬出去。那就对了嘛，你刚才讲什么家是最后的避风港？对啊，那他们是用鼓励的方式。为什么不考虑那个用骗的骗婚？重点是有钱人他不喜欢我啊，如果他喜欢我，我就选 B 啦，我现在就是骗婚了。你现在状态维持得非常好。那你介绍？啊，你骗到要分我一点哦。哎，少哥，你还啃老啊？你要啃什么呢？他说你都那么老了，你要啃谁？你自己啃自己哦。不是，你想想看，这个时候过到这个日子节骨眼，只有爸妈可以支持吗？对啊，你根本你要去骗谁婚？我根本骗不了人啊！我跟别人骗，骗你婚就算了。对啊，我怎么去给他骗？所以只能回家啃老。我们家是因为我妈都是我在养的，我如果倒了，我们家就垮了。全家倒。所以我家都是回不去的，所以我决定要带着我爸妈，就是带着我妈寄生上流。对，找个有钱人嘛，走，我们一起去吧。而且其实我觉得，就是如果回家会让整个人变废，因为爸妈永远都是会照顾你。对。可是如果你想要再次翻身，你一定要去找一个让你有压力的环境。所以找有钱人骗婚，至少他的生活你进去，如果你真的进去了，你会有压力，你会看看人家是怎么样可以赚到更多，也许我还有机会翻身。嗯，进哦，有钱啊，但秃头这样可以吗？不知道有，因为我是属于比较孝敬，我不忍心回家啃我爸妈，所以我就觉得说，好啦，就干脆就是人生再一次逆转胜好了，然后找一个有钱人少奋斗20年，好像比较好，还可以给爸妈孝亲费，等于重新投胎的概念，对，就是重新再二次。OK， 好，所以赵哥，你现在还有地方回去啃吗？我爸妈都还健在啊。哦，对对对对，他们还收你吗？我还没走到那一步。什么太不成小的，没有。OK， 好，到底多数人会怎么样？穷到走投无路，你会如何解决？听听 KOL 怎么说。选择回家啃老啊，谁会找人骗婚啊？你们懂吗？家。娘家就是最好的避风港，像是我现在就是有的时候觉得啊太忙啦，工作太忙啊，想要偷懒啊，想要跟朋友出去吃饭，我都会打电话给我哥说，哎，你在家吗？他说怎样？哦，小孩可以去你家吗？我哥都会说好。我跟你们讲，绝对是回家啃老这个选项哦。肯定选 A 啊，回家啃老。
因为以前人认为出社会之后他就不再回家伸手拿钱，可是现在我有很多朋友，他们买房的头期款都是由爸妈的养老金先付。所以如果你要用骗婚的行为，其实法规规定婚前的财产是由他个人所有，所以你如果要用骗婚，可能会人财两失，非常可怜。根据调查，多数 KOL 投给了 A 回家啃老寄生爸妈，得票比例60%，你觉得正常吗？好，哎，大部分都选择回家啃老。各位父母，各位父母讲清楚，好吗？他们回来啃老，很恐怖。这就表示说人在走投无路，还不愿意花脑筋、花心思，因为找人骗婚总是要动脑，对，你要怎么骗啊？啃老不用动大脑嘛。对啊，所以选 B 的不正常。喷，我觉得我们很正常，我不没错。如果这是你最后的退路，嗯，那你平常怎么去保养维持你这个退路？我问你，真的真的，就叫我爸妈要健康一点，逼他们运动这样子，每周真的要领包给他们吃，对不对？好，你是不是平常就要这个嘘寒问暖一下，是不是？好，不过赵哥要小心哦，你这个牛肉面你开始要变有钱人了，你要小心，你要小心有人会骗你的婚了。有，不会，你小心啊，赵哥的赖了，我刚加了。你会不会结婚啊？你会不会再结婚啊？我希望先帮自己哦赚一桶大金。对对对对，所以利用这个机会再宣传一下。对，就是千万嘛，希望能够在3年内破千万营业额。一定可以的。3年。可以啦，可以啦，这么好吃。哎，你的肉是从哪里挑来？那个肉质什么肉？什么你的肉？我说他的牛肉。牛肉，这是进口的，全部都进口的牛肉啊。我那个肉质特别好。对对对，都是高档牛肉，这是麻辣的啦。嗯，这个是红烧的啦。嗯，两个口味吗？红白双煞。嗯，那你写赵哥，人家会不会也是赵树海？你怎么不说赵又廷呢？赵又廷不行吗？赵小哥，赵哥，赵咖，两种口味。对对对，好，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支持，尝试一下顶级牛肉面的味道。还是那句话，它很贵，但是它是最好的。OK， 好，谢谢。好可爱啊！如果有人喜欢我们的讨论，哎，那就快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，并按下小铃铛收看我们的最新影片。那还想看其他更多影片？哎，那就可以点选旁边的影片哦。8月1日起，周一至周五晚间9点，请锁定。我就问你正常吗？